据传说，突厥的祖先是母狼的后代，突厥人以战死为光荣，以病中为耻辱。这种传说为突厥民族罩上了一种恐怖神秘的光环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民族，却屡屡成为大唐败将，突厥贵族变为唐奴，突厥女子变成唐婢。如此悍勇的民族竟然挡不住大唐骑兵的猛烈冲击，大唐骑兵惊人的战斗力在史书上随处可见。而以长途奔袭著称的骑兵将领苏定方，则是大唐征战史上的佼佼者。苏定方率领的500骑兵就把西突厥40000军队冲得溃不成军。史书如实记录了苏定方一生的丰功伟绩。1000多年过去了，他依然是煌煌大唐最耀眼的明星之一。苏定方，公元592年至公元667年，大名苏烈，字定方，是冀州武邑人及河北省武邑县人。苏定方从小就很有胆气，在他15、16岁的时候，就已经在冲锋陷阵中显示出了他的英勇。在他生命的75年里，整整有60个年头是在边关戎马生涯中度过的。隋朝末年，他参加过农民起义军，由于勇猛善战，很受起义群众的拥护。唐朝建国以后，贞观初年，即公元627年，唐太宗李世民任命他为匡道府折冲，做一个小军官。苏定方最出彩的战绩是公元630年，作为李靖前锋，击败东突厥协力可汗。当时大军走到阴山及天山山脉北之，苏定方带领的先遣部队发现了东突厥首领协力可汗的部落，于是苏定方指挥200名轻骑兵直捣协力可汗营帐，把协力可汗的军队打得大败，为唐朝边地的人民消除了一大祸害。高宗初年，苏定方随程咬金征西突厥阿史那贺鲁，屡陷良策，但不为咬金采纳，唐军终无功而返。次年，朝廷以苏定方为统帅，再征贺鲁。苏定方做了主帅以后，更是虚怀若谷，和蔼可亲。他平等对待各族将士和副将仁雅相，少数民族大将回纥人相处也非常好，好多人都志愿从军，跟随苏定方一起去平定阿史那贺鲁的叛乱。特别是各部落的首领看到苏定方对他们十分信任，都很感激，一路上很少战斗，因此他的这支军队所向披靡，很快唐军便大破西突厥，生擒阿史那贺鲁。苏定方被封为行国公，后来又平定反叛大唐的三国，班师回朝时被升为左武卫大将军。660年3月，新罗王上表求援，素百计进扰新罗，唐高宗任命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，率10万大军进军百济，百济王倾力相拒，被唐军一阵冲杀，损失10000人，抵挡不住退回城内。他们刚进城，唐军已跟踪而入，城门都来不及关，只好退守内战。定方乘胜猛攻，守城将士陆续投降，百济王父子无路可走，最后也只得面赴投降。战后，朝廷任命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。
咸丰二年即公元667年，苏定方病死于西北边陲，时年76岁。高宗深为痛惜。唐代宗大历年间，朝廷评定前代功臣，苏定方排在第二等功臣之列，显示了官方对苏定方的一贯看法和评价。苏定方从少年时起就投身军旅，战斗一生，不仅有勇有谋，而且刚直不问，言而有信，不愧为唐初的名将之一。一身转战3000里，一剑曾挡百万师，这对一个将军来说并不稀奇，难得的是一个将军仁者无敌的信念。他在强敌面前是猛虎，他在弱势者面前绝不是豺狼。仁慈和勇敢如此和谐地统一在他的身上。最可贵的是，苏定方一直坚持大唐军人的道德底线，自己从不滥杀无辜。战斗结束后，他率领士兵掩埋尸体，慰问疾苦，兴修水利，修整道路，让大唐的恩德广布四方。正义伴随着理性，情感伴随着良知，守护自己的原则，战胜人类的弱点，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苏定方。苏定方驰骋疆场数十年，从西域到东北转战数千里，攻必克，战必胜，哪里有威胁就朝哪儿奔。他是祖国河山最坚定的守护者，最锐利的国家机器。不仅英勇盖世，而且其品行也值得称道。苏定方平定各地，从不以征服者自居，他通道路，修桥梁，治驿站，赈贫穷，问疾苦，划疆界，让当地尽快恢复秩序，还把奴隶主抢夺的牲畜财物物归原主，因此好多少数民族都主动依附唐朝，可谓是真英雄。在陕西省咸阳市东北17.5公里的顺陵西南隅约500余米处，发掘了一座唐墓。该墓墓志铭已佚，只发现一方墓志盖，上面题写“大唐故苏军墓志铭”。据专家推测，此苏军墓即是唐朝大将苏定方墓。